怎么？跟他说了？说什么呀？我请他接受做我的女朋友，所以今天特地来问他意见。哎呦，那当然好啊，我是100%同意啊。说真的，我一直觉得你们两个很适合，很速配啊。然后你们，文仁哥，我已经想过了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不是那么适合。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那我们今天就不要谈论这个了。不是，是文仁哥，你真的太优秀了，我觉得我配不上你。跟你在一起，也许可以过得很安稳平顺，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我就会少了学习自我判断的能力。你的保护对我来讲不一定是好事。我真的很抱歉。大家吃饭了，不要辜负赵妈的好意。来，赵妈，吃一点，你都没吃。文仁哥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包容我的任性。我知道。你身为事务所经营者，有很多考量，但我这几天一直想到我第一次遇见珊珊的时候，我告诉她我想要当个守护自己价值的律师，加上这些日子跟徐律师的接触，我想他更接近我的想法。我跟他一样，身为律师，不想只求安稳，不想走别人替我铺排好的路，所以我想到徐律师那边学习。谢谢你一直保护我，照顾我。